你还是穿短裙更好看点。哎呀！好，红翔，你对你自己工作上点心，啊？别整天上公司摸鱼了。就，明总监，你还是穿短裙更好看点。要是你以后天天都能这么穿，保证我们研发部所有的男人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。谢谢丁总监。哎呀！好，红翔，快帮我拿下裤子。不是说 Miss 是最强的吗？啊，不是说谁都打不过吗？我给了你两年的时间，你花多少钱？你现在让 AGS 先投入临床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们之前对 Miss 做的所有的努力，现在全部打了水漂。我早就说了嘛，这女人搞研发，那不就是开玩笑吗？非要搞什么 Miss 的？啊，你以为是做头发、做指甲呢？啊，不喜欢就换，那可都是钱啊。最后你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了，那丢脸的不还是百安跟何总？就算 Miss 的现在竞标失败了，你也没有资格这么说我吧？当初要不是你那个什么埃及蛋白转化项目迟迟开发不出来，最后直接停摆，我也没有必要急着开发 Miss 来稳定股东们的信心吧？不是米慧，你好好好，我们不说当初，咱们只说现在。米慧，你给我立过军令状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说怎么办？何总。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月呢，一个月你……哎呀，何总，这不是还有一个月呢吗？行行行，米慧，米慧，何总看他那样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出去一趟，我总不能说的这么不明不白吧？家人医院竞标结果出来了，中标的是观潮国际。观潮，对。辛总，我们可以谈谈吗？我没时间。我没有再跟你商量。宁总监，你应该也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吧？如果你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我没心情陪你胡闹。别的我不了解。但 AGS 我再清楚不过了，它无论是临床的准确性还是安全性，都远远的不如 MIST。它只是一个没有开发完成的半成品，我不相信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。你如果是因为我，你对 MIST 有偏见，那你说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公平的对待 MIST？ 我退出可以吗？